Hello， 大家，我是 Rita。这个月大家好吗？在我养病的这段期间，孩子的爸终于有时间把这个空间给打造完成。今天呢，我就要跟 Max 一起把书上架，这样我梦想中的阅览室就完成啦。今天没有做菜，那我们就边做边聊吧。从以前到现在啊，书就渐渐的累积了这么多，他们一直都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这是我第一次确诊啊，那其实 我自己觉得有点严重，就是高烧了几天，然后一直都维持在39度4这样。也很谢谢粉圆们的关心，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那这几个礼拜我都一直在养病，9天之后转为阴性，但是不幸的是我的嗅觉跟味觉出了一些问题。我现在在喷酒精啊，其实我是闻不到味道的，所以啊，就是现在就是慢慢的在恢复当中，不过精神上已经很好了。那我自己也看了几次中医，那中医师是说，像我这个嗅觉味觉的问题啊，就是在转阴性之后的2个礼拜之后，它就恢复大概80%。我自己也觉得有恢复，可是没有完全的变好。像刚刚我说酒精的部分，我就没有闻到酒精的味道。我自己其实还蛮担心的嗅觉味觉这个部分。所以很听话，有在调理。你看到这些书有没有很怀念？没有。怎么没有？但是这个是我小时候拿到的第一本书耶。对啊，然后这一本是爸爸妈妈买给哥哥的第一本书。小时候吗？对啊，每天都要念。念到你看破破烂烂的，都用胶带贴了。对啊，都已经用胶带贴了，这已经16年了吧。哥哥现在几岁，他就几岁。哦，这本书啊，老大真的很喜欢，每天都要念给他听。哇，他现在也长到16岁了。这次确诊啊，他真的很担心。我确诊那一天他不在家，后来回来之后呢，他知道我确诊，然后就戴着口罩进房间，很担心的看着我，妈妈你还好吗？我真的很担心你。一个大男孩含着眼泪这样跟我说，其实我觉得很感动。他真的有哭哦？对啊，我都快哭了。我就其实因为那时候发高烧，也没有办法安慰他，就只是跟他讲我很好，你不用担心。后来呢，孩子的爸也发烧了，也发烧2天，那还好，只是普通的感冒。这2天呢、基本上家里的家事都是他做的，然后要吃什么啊，他也都会去准备。只要简讯一通，直接用 LINE 跟他讲妈妈想吃什么，没水了，他就立刻送上来。就是觉得他真的长大了。你就是一个开心果，是不是？Rainy days don't seem so wet. Stormy nights don't st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you're worth the wait. Oh, 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 这个我猜好。我们晚
像吃炸猪排还有烤鸡，好不好？今天没办法啦。我刚才看到了一本书，上面有炸猪排和烤鸡。妈妈，嗯，你看，这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本书哎。对啊，哪一本？你看那边边角角都破破烂烂的，你一直翻，每天也都要读。因为被我摔烂。对，这一本啊，地下一百层楼的家啊，也是他们小时候很爱读的，尤其是 Max， 我自己都觉得这一本书很有童趣，它是一种拟人化的故事。然后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有个丸子虫，然后它还可以投篮呢。对啊，还可以当高尔夫球和保龄球。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保龄球，我觉得太有趣了，这怎么想出来的哈？像这种童书啊，通常我都会去图书馆借。那尤其是这种他们比较喜欢的，我才会把它买下来，他们就会百看不厌。那一直留到现在啊，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哦，这本是日文故事书哎，我姐姐给孩子们读的。那时候她来家里，然后带这本书读给他们听的。现在啊，在插这些童书，很开心小时候陪他们念这些故事书，这真的都是我自己很棒的回忆。你都插好了吗？插好了。那你先帮忙把那个图书馆的书上架，放在那一格，第三格那边。最爱的专辑 ，Emily 超迷的 TXT， 他还北上看了演唱会。架子给你，妈妈定制。Talk for hours and never slept. Two silhouettes on the concrete steps. 你看，很棒吧？很棒耶，配上那个鱼。From the horizon to the place we met. Oh, 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会在身体状况允许下尽快拍影片，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哦，很享受呢，也坐好快一点。我脑袋起来坐这里来吧，妈妈，我要有这个抱枕。那你来一个。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